到哦，第一个，如果你要做查询系统的话，请各位注意，一定要把它变成表格。如果不是表格，抱歉，没办法查。就像说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，像那个《论语》的部分有没有？其实这个《论语》我其实在那个，其他另外一个课好像有提到了。那其实这边顺便讲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。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《论语》里面的资料变成一个表格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做？这全文这么多嘛，不过我建议呢，你可以先练习一下，比如说呢，你要把它变表格的话，我们先用学而这一第一篇来做练习好了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括弧后面其实有哪一篇的哪一段，所以呢，如果我想要把这个变表格的话，那第一个我们先练习好了，比如那怎么样把它变成表格？我们先拿那个学而第一，第二先不要做，因为资料太多好了。等下，那待会练习的话。一样，你们搜寻一下《论语》好了。那《论语》的部分的话，也许找这个啦，找这个跟我这个比较接近，因为这个应该蛮好找。你找《论语》或者《论语》全文，其实应该就找到这个。这个什么 DYU，这不知道哪个学校，这是大业大学的。OK，大业大学提供的资料。OK，那。这个资料你们找到之后的话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变表格，那怎么变表格？第一个请你把学而第一复制这应该蛮好找的。那第二个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学会另外一个软体，就是 Word，利用 Word 里面的功能来转换啊。怎么转换呢？第一个，开一个空白的文件，第二把它贴上。那贴上的时候，我建议如果它里面有那个格式，我建议这边有个智慧标签，有没有？这个叫智慧标签，请你把智慧标签点下去之后把它选什么？选只有值就好了。值的话就是 A 的部分，A 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只保留文字，又是格式不要过来，不然的话将来我们很难处理啊。只有格式，它留下来就是最干净的、最原始的一个文字状态。好，那可是问题，它怎么把它变表格？跟各位讲主要可以利用这个插入里面有一个文字转表格功能。这边有个功能叫文字转表格，那文字要怎么转表格当然我们先看下 Ctrl A 好了，你 Ctrl A 就全选表格，文字转表格，那他会问你说这边有几栏的，所以栏数要告诉他。第二个的话，它的分隔符号在哪里？那如果我要把它分隔的话，其实你要找到它的特征，比如说呢，我想要让它变成几个段落，几个栏位呢？我来看我想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啦。也许这边有个点，对不对？这个点其实可以把它拿来当分隔符号。可是问题，我是怕说这其他还有别的地方可能有点会影响，所以我的习惯是看直啊，对，跟这样，直接拿这个点应该可以。那怎么把它做分隔符号？那做转换之前，我的习惯是先把。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把它拿掉，像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空白？这空白太多了，所以我希望把这个空白把它移除掉。那移除的话呢，以前做法是你把它选起来 delete，选起来 delete，它其实浪费时间。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个取代，取代在常用里面这边有个取代。那我是建议你可以记那个快速键叫 Ctrl H，所以 Ctrl H，然后取代什么呢？空白，这边打空白，然后取代成没有，这边就空。空下来，全部取代就好了。你会发现，它会把所有的空白拿掉。Step 一，取代掉所有空白。Step 二就是说，你会发现这边为什么两个换行？其实理论上，如果两个换行，将来如果转换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中间会空一个空白列，所以会造成那个资料中间会多一个空白列，看起来怪怪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希望可以把两个换行变成一个换行就好了。有没有这个应该可以看懂吗？这个叫做段落符号，这叫段落符号。你按 Enter 就会有一个段落符号，按两个 Enter，OK。或者是说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这个栏其实对，这个地方这个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就是你如果要把标记显示的话，可以按这一个。还有那哪些标记？Ctrl Z 啊，复原一下。有没有发现？如果你没有按这个这个空白看不到。可是如果你按这个的话，有没有空白被看到了？几个可以，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刚刚有 Ctrl H，然后把它空白键取代掉，在 Step 一，
那 step 二呢，我希望把两个换行变成一个换行的话，那我就用什么？一样，就是 Ctrl H。那两个换行，你说，老师，那换行怎么表示哦？其实你可以找到更多，取代这边有更多有没有？然后记得找到特殊里面哦，这边就有个叫做段落标记。那这个所谓的段落标记哈、哦，指的就是换行了，就这个东西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就两个变一个啊，两个怎么变一个？上面这个就给它两个，一个段落标记，再加第二个段落标记，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。向上符号加一个 P 就是换行，那变成两个的话呢，就下面一个，所以两个变一个，这样应该可以了解吧？全部取代，好啊，看一下安确定，怎么没有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这边前面好像有空白，所以它变成说多一个那个空白，它前面没空白就找不到了。OK， 全部取代，好，16个，所以应该有16个段落了。OK。应该关闭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对16个。那这个好这边没有取代掉，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、哦啊。如果假设这个没有，那是不是还在检查看好了，这个先不理它好了、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转换成那个表格。那怎么转换呢？这个时候 Ctrl A 可能快速键也要记一下。Ctrl A 就全选了，这个快速键其实还蛮重要。Ctrl A 对、哦、然后再到插入。表格里面的话，文字转表格。那你重点哈、哦，第一个，我们以哪个当分隔符号？哦，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点？有没有？可以哦，这边有个点，这边有个点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来了，这边是前括弧，所以干脆把前括弧改成点，然后把符号这边哈、哦，就给它一个点。我现在如果假设这样了，比如说把其他改成点，这个点应该是这个点吧，哈 ，OK， 试一下，确定一下啊，总共它会侦测到，总共有三栏，为什么三栏？它这个有点像是画那个蓝的地方，我就按确定，你会发现它就切一刀了，这边是一个，这边是一个，这边是一个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它有一个问题，这边的前括弧有没有？它会被放到那个这个段落里面，所以显然好像我们最后还是再需要做 Ctrl Z 一下复原，最后干脆怎么样，把这个前括弧干脆取代成点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一样 Ctrl H， 然后把前括弧，因为我有选，所以它蛮聪明，它会自己带过来改成点。好，点一下的话，然后这样按全部取代，应该也是16个了，还没错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 Ctrl A。然后再把它怎么插入这个文字转表格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它多一栏的，它蛮聪明的，它自动侦测到了。那所以分栏就是这边一刀，这边一刀，这边一刀，好，所以确定之后的话，它就帮我分出总共有几个栏位呢？总共会有那个四个栏位了。那这一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段落。这个就是哪一篇学而第一嘛，对哈、哦、啊，这个的话跟这个一样，所以这一栏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删掉的，不需要，我、哦、把它删掉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全选，记得、哦、按下左上角这边复制之后哈、哦，然后把它找到 Excel 开一个空白的 Excel 好了，好、哦，假设我先开一个，然后把它贴过来就可以 ，Ctrl V 贴上。然后我还是建议智慧标签哈、哦，只留下文字，符合目前这个啦，点一下。然后他就可以帮我把他资料拿过来，可是他顺序好像不对耶，所以把这个第三个栏位这边哦剪下来，这边有个剪下来，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前面贴上，等下 Ctrl 一下，这边把它剪下，好，然后到这边哈、哦、贴上的话呢，建议是用那个它是好像只能是直接贴上，就被盖掉了。所以我干脆再插入一栏，这边有了哈，插入那个刚刚剪下的储存格 ，OK， 好，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第几篇，然后第几段，然后它的内容，好，内文。那为了说让它上面有栏位名称，所以呢，贴过来之后的话，在上面再插入一列，所以这边的话就给它的栏位名称，这个叫哪一篇，然后哪一段。
有没有？那个内文 ，OK， 好了，这个地方内文。那如果呢，你假如哈、哦、有已经做完这个结果的话，啊，内文好像让拉宽一点点好了，让它看起来啊 ，OK， 好了，这边把它拉窄一点点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这个时候它就有结构了，哪一篇学而篇嘛，对哈、哦，第一篇，然后它的那个什么内容就可以做查询，以后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。资料里面的筛选就可以去做查询了。可是如果你假设不是表格，很抱歉，它就没办法查询哦。OK 哦，所以哦，试试看啦，因为《论语》的这个部分呢、哦，总共有我记得有18篇啦。那当然18篇练习太多了，所以你们先做一个，如果一个 OK 的话，那其他就可以全部完成了。但是全部完成好像蛮花时间的，好、哦，但是道理一样哦，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，请各位哈、哦、试试看。那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哈、哦。一，请你怎么样找到那个，我们刚刚要的这个东西，只要先从学而篇开始，把它怎么样，先选一篇复制起来，然后贴到 Word 里面。哦，你开一个空白的文件贴上。那我好像做几件事吧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把它先改，然后。Ctrl H、哦、把两个变一，这边先把两个段落变一个段落、哦、这个也许第一个 step， 那把它全部取代 ，OK，、哦、那第二个 step 的话呢，就是空白啊，这边没有空白，空白变成没有，空白变没有，全部取代，哦、然后第三个呢，把这个前括弧有没有、哦，把它取代，这个前括弧取代成点就可以了，哦 ，Ctrl H。Ctrl C 也可以。如果这个你可以拿这个贴过来，奇怪怎么没过来？嗯，那把它贴过来比较保险。OK， 好，然后变成点，啊，全部取代。好，啊，这样 OK 了。然后再把它怎么样 ？Ctrl A， 然后插入这个什么呢？表格有没有？文字转表格。然后四栏点确定，然后把最后一栏删掉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一个表格，建议是从这边点一下，复制贴到这个 Excel 里面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再给栏位，这样就完成。好，那其他啦，哈，总共18篇啦，请各位哈，其他最好，如果你这一个做得出来，其他应该可以做的，那这样《论语》的全文就有了，有没有？从第一篇，到第16段。第二篇可能不知道到几段，第三篇、哦、那我是希望一样类似像这样的表格就做出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们有做出《论语》的表格，你就可以针对《论语》做查询，甚至、哦、我希望哦，统计一下《论语》里面关键字，可能不是数字吧，也许《论语》里面仁义礼智信哪个最多？你可以，我不知道答案的，不过理论上是不是仁还是礼啊？时常看到，但我常常有印象，人好像蛮多的，利也蛮多的，信好像也蛮多的。哦 ，OK， 好、哦，但哪一个最多不知道，统计一下。好、哦，另外的话呢，可以做出查询系统，筛选成语，你可以把它筛选《论语》有没有，然后把《论语》里面需要查的关键字也打上去，可以马上找到，这蛮方便的。哦，试试看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哦